之前同学跟我反映说，我上课有一个小部分跳过了，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，并没有啊。讲三种那个摩擦力那边，老师说这个叫做什么？静摩擦力。好，这叫静摩擦力。然后那个顶点呢？最大静摩擦。然后呢，往下掉之后叫什么？动摩擦力。这是三种都讲到了。好，那老师上课抄的时候，好像抄静摩擦、最大静摩擦、动摩擦好像没有抄到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后来还是有讲嘛，哈。好，那连你们导师都跑来问我，是不是少讲一个部分？我说没有啊，乖乖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液体造成的压力啊，固体造成的压力我们已经讲完了哦，我们现在要讲液体造成的压力。液体要怎么对东西造成压力呢？要由静止液体的重量，啊，由静止液体的重量而产生。啊，由静止液体的重量产生液体的压力。那这个叫做所谓的静液压力。或者直接叫它液压。眼睛看不看得到液压？啊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来找老师。老师带你去发财。好，如果有的话，正常跟老师讲。如果你看到液压，嗯？找体育老师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15分钟没回来，即将迟到。补考，理化课去补考体育，怪怪的。好，来水压观测器，我们怎么用肉眼去看水压呢？打开课本156页。来，课本156页。开了没？开了没？来，看黑板，我教你是在讲什么。看黑板啊。第一站，赵老师找谁？干嘛？哦，好，来，注意看黑板，注意看黑板。哎，巧克力给你吃啊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它有好几种口味，有什么这种橘色的，这种橘色的里面有牛奶的，还有一些。谷类，然后黑色的是黑巧克力，不甜可是很好吃。然后黄色的是有花生的，我最喜欢吃橘色的。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吃黑色的，也很苦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因为我都在运动啊，保持我的身材啊。来看一下黑板。好，看看黑板，我拿一个保乐瓶把它切一半。好，保乐瓶拿来把它切一半，然后外面用保鲜膜把它包住，包住之后呢，我往水里丢，包住之后往水里丢，这样丢进来，丢进来的时候，水里面是不是会有水压？水压会往哪边压？水压是不是压那个保鲜膜？把那个保鲜膜压了之后，那个保鲜膜就凹进去，就是你156页看到的那个图，有没有看到？你156页有没有看到？有还是没有？课本有没有打开？没有带课本的举手。
还是有哦。手放下，来，我问你哦，如果看 A 板，如果这样子放，水压观测器会被保鲜膜会被压进去，那如果转这边放，水压会不会压它？会还是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会。那如果转这样呢？转，哎，好快。如果转这样子呢？会不会压？那如果转这样子呢？会不会压？会。好，所以自己写，水压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。水压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水压会垂直于接触面，水压会垂直于接触面，什么意思？你注意看，这里有一个三峡大坝，然后这边上面是水。请问你看 A 板，看 A 板，看完再超过你一定不会，看完再超过你一定不会。这个是三峡大坝的墙壁，请问你墙壁受水压的情形何者正确？注意看哦，一号箭头这样，二号箭头这样，三号箭头这样，然后垂直的，请问你哪一支箭头是正确的？啊，三号，所以注意啊，水压都是垂直于接触面的哦。啊，垂直于接触面的，可以吗 ？O 不 OK？OK 哦，水压都垂直于接触面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拿一个杯子来，然后这个杯子里面装水，先听，听完再抄。装水之后，把这个杯子打洞，一个洞，两个洞，三个洞，这个水是不是会喷出来？是不是会从里面开始往外喷？是不是？往外喷的话，喷出来的时候，喷出来的那个瞬间都要是跟这个接触面积垂直，因为水压都是垂直于接触面的，听得懂吗？懂不懂？基本水域测验曾经有考过一题，有一个人拿一颗水球，然后用针去刺它，然后水球还没破，啊，用针去刺它，水球还没破，请问你水喷出来的情形是如何？接触面积。水压跟接触面积垂直，垂直，垂直，所以水喷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以这个垂直先喷出来，再往下掉，以垂直喷出来往下掉，这个就直接喷出来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好，赶快写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政治进入校园，台北市议员候选人，要发学生投票票，学生又没有投票权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要盖起来？盖斜的。哦，因为它要那个、啊、抵消，它不应该盖斜的啦。哦，我画斜斜的，只是要让你去判断说它是垂直于接触面而已了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借过，好，借过。
OK， 继续。第三号，来，请先告诉我压力的公式是什么？压力等于垂直的什么东西？作用力去除上受力面积。好，到现在还是不回答。来，帮我翻译一下，翻译成英文。压力是什么？P 等于作用力叫做 F， 压力叫做 A。啊，它的单字很快速的写给你，叫做 PRESSURE pressure， 作用力叫做 FORCE force， 面积叫做 area。啊，这补习班不会教你的啦啊。什么东西？教这个怎样？大声！啊，会话！你大学的书都是英文的呢。如果你大学的书是中文的，就不要去读那个大学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学长啊，刚开始去读大学的时候，他翻我们整本书都是英文的，他翻了一句话哦。翻了一个小时，然后出来知道那句话叫做电子带负电，电子啊，电子带正电还负电？负电啊，他查了一个小时，查出来电子带负电，就因为不会英文，你们补习班也不会教你英文啊，因为你们补习班老师英文一定很烂，好，所以听老师学绝对没错的，来。开什么玩笑！我大学可是很认真念书哎，我大一的英文成绩学习平均97分哎，学习总平均啊，满分100啊，不然呢20000哦，那我不就智障了？彰化师范大学啊，彰化师范大学。好好读啊！我以前觉得说随便一个大学就好了，后来我有点后悔，高中的时候没有好好考。虽然说，你看很多人说，哎，已经不错啊，差很多啊。来，这是一杯水啊，里面有一个水柱，这杯水里面是装满满的都是水。然后我来讨论这一个水柱就好了，可以吗？这一杯整杯都是水，然后我只讨论这一杯水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。我画了这个水柱，可以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这杯是满满的都是水哦。然后我要讨论，在这个杯底有一个面积，这个面积就叫做 A 好了，好，就是这个 A 这个面积。那这个面积所受的压力是不是就是这整个水柱压下来的重量？压在这个受力面积上面，对，是不对？好，那这一整个水柱的重量。土黄色的，我知道你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我不是要你看到，我只是要你知道，这个黄色的压下来，这个红色的地方，黄色的就是所谓的垂直作用力，红色就是受力面积，所以这边会产生一个压力。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所以压下来的叫做这个水柱的重量，水柱的重量是不是就等于垂直作用力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那我继续把它改写，所以这边会等于 W 除上 A。好，那水柱的作用力，这个水柱的重量会等于什么？水柱的重量是不是就会等于？哎，你之前还记不记得这个啊？密度等于质量除以体积，然后质量是不是就等于密度乘以体积？那质量在地球上是不是会产生重量？所以这边是不是就会等于密度乘以体积？水的密度乘以，水的体积乘以水的密度，对不对？好，体积乘以密度。好，所以分别我继续改写成重量，被我改写成体积乘以密度，然后除上受力面积。那我问你哦，这一根圆柱的体积等于什么？这一根圆柱的体积，你看完再抄，你看完再抄。